哇！哇！太厉害！怎么一拍魔术宣传片，观众就得啊啊叫啊？我这个魔术可没有那么夸张。 他只是为了给重要的朋友或者爱人表演的一个可以让对方铭记这一刻的魔术。魔术师和观众在一张印有沙漏的卡片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撕开，意味着我们分享了一半的时间给到了彼此。不同的撕痕在魔术师手中却可以完整的拼在一起，就像这一段时光。正是因为有了彼此分享的时间，这一刻才会完整。 最后，魔术师将卡片制作成宝丽来送给观众。即使很久之后，当你看到它，还会想起今天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光。这个魔术其实让我想起很多美好的回忆，但是同时，这个魔术也让我认识到，两个人可以共同的去创造一个回忆。 这是一个专门为实战去构思的魔术，所以没有复杂的操作和前置准备。即使是新手也可以表演，由观众签名，最后可以检查。我们已经拥有了很多让人尖叫的魔术，但当我们和某个人有过一段难忘的时光，或许我们更愿意用魔术来对抗时间，留住美好的回忆。时间毫无差别地流淌过每个人。 而我们也用不同的方式与之对抗，企图留住时间的脚步。